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曾在2014年5月的握手会上，遭到不明人士持电锯砍伤后，经过长达9个月的复健，声势才完全复原的女团 NKB48 的成员入山幸奈，除了是公认的素颜美人外，火辣好身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卖点。8号，入山幸奈透过社交网络上传一系列自己拍摄周刊封面的花絮写真照，破表尺度惊艳网友，也让不少粉丝折舌。花絮照中，入山幸奈身着布料超少的三点式比基尼，披着透明薄纱，再配上迷蒙的眼神，火辣指数无极限，让不少男性粉丝大喊吃不消。